最近在干啥呀？我吗？舞台的节目，然后之前是有拍戏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其实不管我们就是去挑战新的领域啊，但是舞台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能放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多少也会注意一下，对吧？看一下。哎，你想想，你看我们已经过了三年了，嗯，离我们参加创三年过去了，嗯，好快啊！是很快。超快，我现在想想，我这三年了，你看我们火箭解散都已经快一年了，是，好像有些人都不在这行了，可能已经进入金融界了。哎，还有的人都已经结婚了，已经哎有生小宝宝，啊，还有生小宝宝了，真的吗？天哪！赶紧，完全无法想象，你知道吗？时间过得挺快，应该卤好了，该炸了，应该可以了吧。